当保存历史文明的博物馆，迎来肩负未来的青少年，真真正正的触碰到历史，也对古人的智慧感到十分的敬佩。探寻，一寸之间，一览千年，体验历史的温度，感受每个文化的累积是它这个文化自身的积淀，领悟它流传千古而来，带给了我们心灵的愉悦和震撼。这个春节，央视少儿频道当历史撞见未来，迎赞博物馆，让文物活起来。